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立豪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，请你把手机的照相功能全部打开。我也请所有的投资朋友们今天认真的看完我的节目，当你看完之后，各位，如果你还不愿意跟着立豪一起打江山，那你帮我比一个赞好不好？这样可以吗？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进入股市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不要跟我讲冠冕堂皇的话，老师，我进入股市就是想玩玩看到底有没有机会赚钱。各位，你要大声的讲，我进入股市就是要赚大钱。各位，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，正能量你已经有了，那其他的靠谁？靠我，因为我的勇气、霸气跟行动力，各位，是全市场一流的，而且我的速度、我的灵活度，没有人赶得上我。各位，我是陈立豪，在股市36年了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今天看一个报道，各位看到报道之后，你可能会讲说：“哦，这个陈立豪真的很厉害，为什么每次买的点买了之后的隔天，报章、媒体、杂志就会出来？”各位，我跟你说过了，很多的事情我在电视上我没办法跟你讲什么，我只是跟你讲，你就照着做就好了。你跟到陈立豪，你不但不用去花脑筋，你只要跟进跟出就好了。我带进的股票，我一定负责带出，听得懂意思吗？那各位，你看，这个是我昨天拿给你看的报道，对不对？外资大拼场，有9家看上1000块以上，各位，目标价那时候是1160，对不对？好，当你看到1160的时候，我们不是970几到980出了一趟了吗？出掉之后打下来，打到哪里？我当初6月20号在电视上不是跟你讲吗？当台积电去控盘要缴的时候，你要小心，这个大盘一定会拉回。我的侧标写得很清楚哦，结果跌了903点，对不对？那跌了903点的重点是什么？我昨天不是在电视上又跟你讲了吗？我说这个大盘没有死，还会上，而且我昨天买了很多的股票，就打在侧标上。各位，你看我对不对？我完全正确。各位，你如果真的在股市里面，你能够了解这种来龙去脉，各位，你真的会不得了。但是各位，我要跟你讲一句话，你速度要够快，你速度要够快。你或许说对了，你或许做对了，但是各位，你不见得赚得到钱，因为你的速度不够快。各位，刚我跟你讲，台积电第一份报道，外资看到1160的时候，有没有？我为什么当初要先出股票，出到970几到980？因为当外资都出来讲话的时候，我就很讨厌，我就先出了，出了对不对？完全正确。那各位，我昨天是不是又买回台积电？我昨天是不是买回台积电？昨天6月25号大跌，你敢买吗？大跌跌了903点，你敢买吗？我敢买啊。那我昨天也跟你讲了，对不对？台积电我买回，对不对？昨天是赚20块，到了今天变35块。各位，等一下你看我怎么出股票，你注意看。各位，我昨天为什么要买台积电？今天报纸又出来了，你看。各位，台积电有没有刷新外资的最高价？刷新外资的最高价，喊到1370块。哎，汇银喊到1370块。各位，什么意思？台湾的股票用嘴巴喊就好了，听得懂吗？台湾的股票用嘴巴喊就好，外资用喊的就好。各位，有没有用？绝对有用。喊给谁听？喊给你们这些散户听的，知道吗？喊给这些投资人小白听的，因为小白不了解状况，所以喊给你们听的。那各位，到了今天，我们来看看，当初我6月20号跟你们讲的时候，我说这个台积电控盘完蛋了，各位，大盘跌了903点。重点是你昨天敢买回来吗？各位，你看来，重点是当你昨天你敢买大胆的大跌的时候，你敢买回来吗？大盘跌了903点，你跟我们一样，你有大胆买回吗？好，各位，我们来看看，6月25号买回的台积电，昨天是挣20，对不对？各位注意看哦，到了今天，注意看，
你看我怎么出股票？给我今天一大早，我全部都在出股票，我真的全部都在出股票呢。各位注意看，6月26号的今天，今天两个字，会员注意，2330台积电920到930买的，短线上可以自行决定获利出场，那时候的价位在956哦。956之后，各位，我建议会员你要出可以出哦，哦，956到960，各位900早上9:07就在讲了。好，各位，当我出掉之后，台积电有没有拉回来？有，拉到最低拿到，拉到最低950块，我们是出在956哦。那我跟会员讲说，如果你要做中长线没有问题，你就看到1000块以上，既然外资要看1000，你就1000嘛，无所谓，反正我们都是赚的，赚多赚少而已嘛。好，各位来。那台积电我是不是做是不是出场了？各位，这个是昨天买的，昨天给你看过了。那各位到了今天，各位我讲目前的极大值赚35块。好，各位，那这档股票呢？真实富贵，千真万确，你跟我念8个字：真实富贵，千真万确。10张，昨天到今天，10张35万，100张350万，落袋为安。好，各位，你会说老师啊，如果再上去呢？再上去给别人赚。各位，我做股票我很有自己的想法，各位，我绝对不会说早知道，早知道是别人在喊的啊，早知道明天涨上去，早知道我就不要出。什么叫早知道？我就是出了就出了。什么叫早知道？我赚钱先出场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吧。好，各位来，所以各位，台积电我就先出了嘛，再上去给别人赚，好不好？那我先出台积电，那各位，我第一个出掉了。好，第一个出掉了。好，各位来看，我第二通9:16我讲什么？会员注意，今天的盘依旧是一个人的50，好，而且筹码很乱，千万要耐心，今天只有逢高出股票，逢高调节股票，千万不要追买股票。好，各位，我早上9:16讲，各位，我早上9:16讲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大盘，各位，我讲完之后大盘一路一路震荡往下杀，杀到最后，本来盘中涨198点，到最后涨多少点？这时候是涨20几点而已，你看到没有？那各位，那也就是说，我盘中4.5小时，我讲说这个东西有没有？我说今天只有逢高获利调节，对不对？完全正确，所以这个是对，这个也是对，有没有？因为还是一个人的50嘛，还是台积电嘛。那各位，我们再来看看台光电。我今天我就用我自己清代会员手机的内容，我全部印证给你看。那我清代的会员，你看到的讯息，如果有哪一通我是造假作弊，你帮我轰出股市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吗？所以各位，为什么我是全国第一名的老师？因为我做股票，我有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，我该进就进，我该出我就出了，我一点都不会恋战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，你看台光电这档股票，我们是最近买在445到450的。各位，今天冲到475到485，我们已经出了，早上9:16。各位注意看，这档股票冲上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出掉了。你看冲上来的时间点，冲上来的时间点，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我把这些资料印出来给你看，你知道目的是什么吗？目的是让你看看时间点跟日期对不对，有没有造假作弊。这是全国没有一个老师可以做得到的哦，只有我。各位，9:16，2383台光电，我们买445到450的，现在475到485可以先出。各位，你看有没有来？有没有来？我讲完毕之后来了没有？来了，来到哪里？来到478，全部出光了，全部出光了。出光之后，各位你看一路杀，杀到最低还拉回到467.5。各位，我出的对不对？我出的是完全正确。帮我鼓鼓掌，真的。各位，昨天我们的股票有这些，对不对？昨天的股票有这些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现在跟你讲的，老师，你怎么又多出一个台积电？你怎么又多出一个旗宏？各位，很简单啊，我陈立豪的会员很多，而且我买了一些股票，有没有？我们买到放着，等到赚钱的时候，我会拿给你看，我会印证给你看，而且日期都会跟你讲。所以为什么要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？你要懂得布局啊，你要懂得了解来龙去脉啊。很多的股票都可以赚钱，只是你看你怎么赚而已啊。所以各位，你看，那这个我先印证一下，台积电今天挣35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35？
好，那因为我昨天没有讲到台光电，我就没办法讲台光电，反正我是赚钱的，无所谓。好，各位来，你看这一支股票，等一下我再跟你讲这一支。各位，旗宏，你看旗宏来，各位，旗宏这档股票我们赚了53块，6月24号那一天，我们已经在布局旗宏了，3037的旗宏有没有？哎，你看台光电下来，这个就是旗宏。我们布局690到700买回有没有？690到700买回，各位有没有成交？有成交啊！你看3017，你注意看3017的最低多少？昨天最低多少？686，完全成交。你看，我是讲690到700之间哦。那好，各位，那买到之后，今天马上上，你看今天马上拉到最高749，各位你看到没有？你懂不懂得布局啊？你懂不懂得去买股票？所以各位侧标上，各位你看到没有？旗宏挣53元，旗宏挣53元。好，那各位我们再来看，再看一档股票。各位，我们还是一样，银广，你记不记得当初银广我们有买？我们当初银广也赚了一些钱，对不对？各位，这一次我在前天又告诉会员116到118去布局，116到118。结果今天早上9:53，我告诉会员，现在来到124了，有获利的人可以自行获利出场。我讲了之后，后面来到126块，各位全部出光了，我全部出光了。各位，这档股票为什么我要出？各位，刚刚跟你讲的刚刚跟你讲的旗宏在这里哈，旗宏也出掉了，10张53万，100张530万，出掉了，好，出掉了。各位，那我也出掉了。那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支股票叫银广，银广中长线还不会上，会，银广中长线还不会上，会，而且公司派极力做多，但是短线我先出了，因为我在之前一样，在6月24号、6月23号告诉会员116到118可以加码，加码之后，各位今天拉到124以上，我全出了，各位出到125.5到126全出了，赚8块到9块，各位。我赚8块到9块，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10张9万，100张900万，90万，各位听到吗？我为什么要出？各位你看一下为什么要出？你看时间，早上9:53，各位你看一下我为什么要出？短线上，各位如果你不出，收盘收回到119，各位你看到没有？最高拉到哪里？最高拉到126，就是我讲完之后就冲到126，各位你看到没有？我出掉了。各位帮我鼓鼓掌，真的，盘中4.5小时重不重要？超级重要。所以各位，盘中4.5小时重不重要？超级重要。那各位，这只股票还会不会涨？还会。我做股票，我很清楚，很了解这个筹码，听得懂吗？那各位，我们再来看，来，智源，各位注意哦，我把那个时间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哦。就是让你去拍照存证，我没有造假作弊哦，我跟其他投顾老师不一样哦。给，那我昨天是不是买到300到304块的智源？还没开盘7点多就买了没？对不对？对，给，我很早就买了嘛，昨天你看我是不是买什么？买智源有没有？是不是智源？是不是智源？300到304，昨天哦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买到之后，今天你看智源。各位，今天智源最高多少？拉到334块半，你看334块半。我昨天买，今天马上赚30块，你看。各位，你不跟我，你要跟谁？6月26号，10张就好30万，100张300万。各位，我告诉你，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10张就好30万，100张300万。各位，你要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，你要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。那各位注意看，我是早上9点几分，10点02分，10点02分叫出哦。各位，10点08分，10点10分来到最高334块半，全部出光了。出光之后，盘中还打回到哪里？打回到324。你看，离我出掉价差差10块，收盘收328.5。各位，你可能会讲，老师啊，那明天如果上去呢？明天上去给别人赚，我出了，
我就是赚三十块就好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，我赚三十块就好，我就是陈立豪，这就是我的个性。再上去给别人赚，我会买股票，会卖股票，会空股票，会回补股票。各位，你要做短线，我很厉害；你要做当冲，全市场没有比我还厉害的，因为我盘中四个半小时全部在盯盘。各位来看，你再看看来，这个宏硕我们只赚一点点，宏硕赚一点点就算了。买到1200块的或1250块的，哥，今天这张股票我就大概带过去就好，因为这张股票我们也出得很漂亮，最高1310也出掉了，算了。好，那这个就不讲了。好，各位来，我们再看看神盾。昨天我是不是买神盾？各位，昨天买神盾，哎，智源从12块变多少？12块变30块，好，变30块，对不对？是不是30块？好，神盾，昨天我们买246到248，各位，到今天最高出到哪里？出到270到271，赚27块。各位，10张就好，10张27万，100张270万。我在今天，我很多的会员打电话给我，我很多的会员盘中打电话给我，老师，你为什么要去出那个6462的神盾？神盾今天报章媒体杂志有利多呢。各位，你看我的脸，你看我的脸，我就是要出给你看，你看。各位，我今天出到最高价，我今天出掉了。你看神盾拉回到尾盘，拉回到256.5，我出掉了，我出今天最高272哦，各位。我一开盘，很多的会员问我，老师神盾要不要追？要不要追？开盘开高要不要追哦？我说不要追，我说不要追，有获利先出，而且如果你愿意放空，你就去空。打电话给我的，我都是这样讲。我如果打电话给我问到神盾，我不是这样讲的人，我退出股市，因为我都来回做价差、啊。所以各位，我10张赚27万呢、欸，哎。各位，我出掉之后现在打回到哪里？打回到今天最低多少？你看，出掉之后打回到最低254，各位254。各位，那你问我说，老师啊，神盾还会不会再涨？还会，还会啊。只是你懂不懂买点在哪里？你知不知道买点在哪里？我知道啊，听得懂吗？你如果不相信，来了，你看我最后一通，我也告会员买回来了。各位来，你看最后一通，有没有？会员注意，6462的神盾，昨天跟今天我们出到267到271平均价，现在可以250到255买回，12:12再讲。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啦，你不要把我看到跟别的投顾老师一样啦，我是陈立豪呢，各位。出的漂亮，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真的做股票，你要懂得来龙去脉，好不好？各位，神盾昨天18到今天变27块，你看，所以我说你大跌你敢买吗？大跌你敢买吗？各位，我全部都打在侧标上，我从来不会去造假作弊，不会去欺骗吹牛，我从来没有在盖来盖去的，我不屑盖。各位，今天对就对，不对就不对，一个老师要有那个干死，听得懂吗？勇气、霸气跟行动力。好，各位来，昨天的华晨赚50块，好，一样了，昨天就出掉也是一样50块，没变了。那各位来看一下这两档股票。老师，你可能不知道哈，这两只股票今天跌呢。对呀、啊，跌呀、啊，跌呀、啊。但是各位，你知道盘中我做了什么动作吗？今天很多人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我跟他讲，微盈有赚先跑。各位，我昨天的微盈啊，我不是跟你讲我买到2540附近吗？有没有？昨天不是跟你讲2540吗？各位，你看微盈，今天最高拉到2670呢。各位，今天有利多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有利多拉到2670呢。各位，那个短线上，你觉得我会不会跑？那我们当作我们没有跑，好不好？算了啦，我没有算了嘛，好不好？那各位，纵使你今天收盘2590，我还是一样赚钱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各位，你看我的动作，你纵使2540买到，你没有跑，各位，搞不好你之后会赚的比今天还要高，还要多。
我不怕，因为我懂啊，我了解啊。所以各位，我打一个问号，有没有？唯赢昨天买到2540的人，今天出到最高是赚最多赚120块呢。啊，没有出的人就算了，所以我打一个问号，就当作没有出嘛，好不好？我这个人很实在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的啦。那各位再看，来四星 KY。那各位投资盘，今天四星 KY 盘中有没有高点？也有啊，最高也到2625啊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我也当作我没出，好不好？也当作没出。各位，那我假设2540买的好不好？今天收盘说2525，我小赔15块，我小赔15块，给我小赔15块，这样可不可以？这样可以哈，因为我不会造假，我不会作弊啊，我事实就是如此啊。各位，我做股票的来龙去脉我都告诉你了，我就是陈立豪。那各位，我跟你讲，6月20号，台积电控盘会拉回，你们很多人不相信，跌了903点。我在昨天说大跌你敢买吗？我买回来的很多股票全部大赚，对不对？各位，这是昨天的嘛，台积电你到今天赚35块，神盾到今天你赚27块，智源到今天赚30块，华晨赚50块，对不对？那各位还有一个今天侧标上的奇宏，奇宏我们也赚53块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赚53块？各位，你还要要求什么？你还要要求什么？你还要要求什么？各位，我现在跟你讲一件事情好不好？迈入七月份你要靠谁？全国投资人只要靠陈立豪就够了。各位注意哦，迈入七月份靠陈立豪，指名陈立豪，我帮你，我的手机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在盘中4.5个小时我一定带你带进带出。因为迈入七月份进入第三季，进入第三季各位，台湾的股市震荡会非常大，而且各位你要注意哦，你如果会做两边大赚，你如果不会做两边被打巴掌。各位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所有的业务都在等你。各位你记住一件事情就好，民营大师用了5.3万美金创造出3亿美元的身家，那各位我们现在只要用300万以上，我们再赚10倍就好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各位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休息之后再回来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，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
我现在给你看一个报道哦，四星 KY 这档股票是我们的名牌，我们都一直来回做价差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地方，各位，瑞银有没有？瑞银除了叫台积电有没有？它的投资组合里面有一档股票是四星 KY 哦。那各位，你要注意的，一档被股票一直压压压压到相对低价的股票有没有？各位，什么时候会开始做成急速反弹？各位，你要特别注意了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跟你讲什么，我只是跟你讲你要注意就好了。那各位，三角形金字塔里面的人，70%是辛苦人，20%是一般人。各位，请你跟我们一起成为有钱人，听得懂吗？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如果真的300万想变3000万，各位，这是十年难得一见的超级大行情，你的机会来了。选择谁？选择陈立豪，迈入7月份到年底，看我的。各位跟着立豪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祝你们明天操作愉快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